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就靠着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但却得到一台九九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哼，长大后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跳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幸福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开始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，但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不像你说，所以要教你用功读书。妈妈织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母亲节到的时候，我要告诉她我还留着。我会遇到了周润发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，读书未来是你爸爸。我找不到童年写的情书，你千万不要送人，因为过两天你会在操场上见到。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。手